像弥漫浪漫之气，如烟花坠落在。有一首《孩子们》写给张桂梅校长的诗，委托我在这里给他听。曾几何时，我并不晓得梦想是什么颜色，是你轻轻转动钥匙，亲手为我打开心锁。曾几何时，他们说女娃生在了大山，注定前路暗淡，嫁人生子洗衣做饭，日子就似天边的浮云，可以一眼望穿。直到你的出现，让我知道了这世界原来还有另一面。从此我下定决心，不再做依附他人的藤蔓，我要拼命生长，长成一棵树，把鲜花开满树冠。是你把一生留在大山，只为我们能走得更远。如今女儿们大学梦圆，多想对你说一句，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有你在身边。张桂梅校长因为身体原因，我们不忍心她长途劳顿来到北京，我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为她颁奖。
亲爱的张老师，您作为我们大山里的教育工作者，您帮助了我们许许多多大山里的女孩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的精神所感动着，我们也会砥砺前行，努力学习，以后报效我们的祖国，建设我们的家乡。谢谢孩子。今天领这个奖杯，实质上我是替我们山里的所有的老师来领这个奖杯，替我们女高的老师来领这个奖杯。能把你们送出大山，不是我一个人，读上更好的书，需要的书。谢谢。谢谢张桂梅校长，请全场起立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向张桂梅校长致敬。在新的一年里，由我主演的电影《无名》会在大年初一跟大家见面，新年快乐。少年，轻寒他的风源。